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动漫废物啊！今晚我哋嘅节目咧系呢个 Pity Face 漂亮脸蛋。你揿开咗我支咪未噶？揿开咗啦。哦，唔得啦，我惊我又有啲咩事，又我又要出嚟道歉，我好捻忙。唔系，我觉得要先读下留言先。呢啲听众真系冚家铲嚟嘅，成日都搞事。听众真系唔系几好，嗱，大家都觉得啱啊，唔系魔法灵蛋好睇咯，咁样。佢觉得镜之角就麻麻啦，有人。镜之角麻麻啦，不过呢个就讲得好啦，即系。更奇幻嘅劇情啊，都奇幻唔得过睇《Sanudo》可以沟到女，《Sanudo》《Sanudo》可以沟到女啦。你话呢啲系咪真系奇幻得多啊？真系系整翻个新意的奇妙冒险啦，系咪？尽力而为啦，呢啲嘢其实又唔系真系咁奇妙啫，系咪啊？好重要，我觉得呢样嘢，我话俾啲冇仲未有女嘅 friend 听咧，即系嗰啲男仔咧，同佢讲话放心。睇晒呢度都有，你都唔系 loser， 总有一天会揾到嘅。系啊，我会叫佢带住只碟喺身噶。系系。喂，我咁啊，阿碟啦，头先讲话冇，觉得有啲问题啦。佢有几个问题啊？如果睇翻佢嗱，佢第一首先佢虽然我谂佢唔系重点啦，但系佢唔系净系 sell 呢个重点啊。但系我卖盐花系佢。畢竟作為嗰陣時候我唔知大學生可唔仲叫年輕人啊，青少年啦、啊，即係都算嘅。佢啲畫咧對我係零吸引力嘅，佢啲畫嘅研發係零啊！嗰陣時候我同你講我係好撚勁嘅，即係一萬七次都好基本，但係對我係零。一萬咩啊？七次啊？唔係重點啊，但係零。總之一個血氣方剛嘅年輕人，你有啲咩可以七次啊？因为佢又好卵灰，佢同期有咩？佢同期有草莓8%。哇，咁冇得输喎、啊，水气。因为即系草莓100%嗰种二任咧，基本上系直逼 H 万噶啦。系。咁跟住你嗱，佢一来佢又唔系想即系卖到咁二任嘅，二来佢真系力有不逮，就即系因为我对佢嗰啲嗱，因为咧，我觉得有两种你要买呢种二任，一系咧你个女画得好卵靓，一系咧你画到佢身材好卵靓，咁咧。佢啲畫工就即係恕我直言，頭先冰之喺度嘅時候，佢講好撚重嘅就係咩？你分唔到佢啲人啲樣嘅，即係真係睇髮型嘅。係佢啲樣都係得嗰個樣嘅。其次就係、是、佢啲研發真係即係恕我得罪啲講嘅，好似頭先咁講就即係唔吸引咯。嗱，我覺得其實我自己有個好奇怪嘅發現啦。以呢啲咁嘅後宮類嚟講嘅話啦，何夏水當然一個代表啦。近年呢个赤崔健太郎嘅 Two Love 都非常成功啦。其实我觉得佢个类型同 Two Love 系极度相似，即系 Two Love 当然系再我觉得似魔法老师嗰类，可能因为嗰啲角色个比例有少少似。而头先我正正想讲嘅就系、是、呢个赤崇健，其实佢嘅魔法老师同埋佢嘅纯情房东俏房客即系 Love Hina 都系唔吸引噶。佢啲女就算全裸，佢哋嗰陣時住喺係咪常春？唔係常春常門莊，常春莊係真係 H 萬嚟嘅屌老母，係啊常即係 Lovina 佢哋嗰度直情有温泉浸噶嘛，但係你見到佢哋係完全唔吸引噶。我係，但係如果以後宮加少少鹽花，然之後玩樂趣多於鹹濕嚟講，赤松健係好成功噶。十四期 Love Hina 系差唔多所有少男都一定睇过嘅作品啦。对唔住，我冇魔法老师系可以玩到37期咁长。对唔住，我都睇唔晒。系啊，跟住依家仲可以继续出紧呢套游九池有者，好似出到港版，即系中文版，好似出到13定几多期咁样，系好强噶。其实赤松健喺呢方面，但系我自己咧，我所以头先第一次咁讲啦，我谂系电波相近嘅问题，我系。真係唔鍾意何水希同埋赤松健嘅嗰種呢，即係擺明賣鹽花得好緊要。當然以畫工嚟講，佢哋絕對係比Pity Face 即係葉公宏呢係畫得好嘅。我唔同意赤松健好得過葉公宏嘅其實。OK， 但係我自己係真係比較鍾意葉公宏嗰種呢，佢係真係掂到少少，因為好得意嘅佢你会觉得譬如魔法老师或者可能系即系东南西北嗰个系主角草莓100%真宗大王咁样。喂，你觉得佢哋对住啲女佢哋戇鳩，佢哋即系呢条仔对住啲女都戇鳩。
啊啊！唔系争好远嘅，即系因为佢哋嗰啲系佢哋会嗰种正人，即系扮正人君子到一个地步系咧，即系条女即系波压埋嚟嗰啲咧，系哎呀冇啦，冇反应啊，剩嗰啲，哎呀我唔想睇到你条小裤，喂，我觉得嗰啲真系好假得好紧要。反而你睇翻譬如Pretty Face 咁样，阿恋童，恋童都系咁噶，唔系。佢係起碼佢你見到佢係會喂嗱噴鼻血嗱，即係當然呢啲好八十年代嘅，即係好龜仙人嗰啲咁嘅表現嘅。但係即係佢都會做到一種其實我係有反應，但係我只係怕醜唔想睇，即係佢係做到嗰種怕醜仔嘅性格，而唔係真係好似珍中大王嗰支明明波餅食到嚟都好似扮冇嘢嗰種咯。我諗頭先阿新你提出第二個問題就係。嗱 ，Love Hina 我睇唔到啊，魔法老师我都睇唔到啊，睇唔晒，睇唔晒。佢即系先嗱，应该咁讲，其实我对我嚟讲 ，Love Hina 同埋魔法老师啲研发咧，都系零嘅吸引力都系啊，系啊，系啊。不过佢相对 set 啲，你可以话其实都系喺舞具印出嚟啦，就系嗰啲人啲个性咧好啲嘅。Pretty Face 第二个问题就系咩咧？嗰啲杯面角色太多，例如。佢啲人出咗嚟呢就潜咗出嚟又潜水，例如咩呢，例如佢嗰、那个学生妹。一开始呢，其实嗱，你喺学生妹证明你真係唔睇仔。一开始你记唔记得有个光头老师嘅。係你以为俾人搞到地中海嘅。佢你諗住即係初头睇你嘅 expectation 係諗住佢长期搞嗰个主角㗎嘛，唔撚见咗之后。小早川哲也。跟住例如去到之后又有个嗰、那个好啲啦，嗰、那个变态学生会会长啦。好啲啦，佢就会佢间唔中出发啦，但系其实出嚟又唔见咗。好少嘅就出得好少。跟住到中间其实有两条女啦，有个学妹同埋有个空手道叫小林嗰个啦。学妹嗰个出多少少。跟住出嚟，跟住有一排唔揾见咗啊！你会发觉佢系想做一班即系叫义父嘅角色，但系全部做唔揾到嘅。佢喺呢方面 Lovina 嗰啲就摆到明系即系佢系好多即系又系嗰啲。倒冇印出嚟，即系要个好似凌波丽嘅，要个好似例如可能真多希嘛，我叫做真希波，即系诸如此类咁样，即系每个性都有啲，但系最少人哋系做到，同埋啲角色系企得稳。我谂可能系嗰种群戏，系咪叫群戏咧？即系总之佢会俾到出场嘅一啲剧本呢啲角色咧去出现啊。但系真系譬如好似一开始咁讲 ，Pretty Face 就系你总之就系记得男主角。女神同埋即系医生咁就已经系玩咗成个故事。系啊，佢咧跟住做第三个问题就系咩咧？嗱，佢啲嗱，即系除咗研发之外，呢本嘢其实某程度上唔系某程度上，佢系想玩搞笑漫画风啦。系嗱，佢啲 get 咧又老实，就即系有一半以上都系北极熊系列嚟噶啦，即系北极熊见到都冻卵死咗。佢唔系冇好笑嘅，佢有若干，例如讲紧个变态医生成日想剪咗佢条嘢，想剪咗条嘢。我虽然喺呢个位置，我想打断一下，我好中意其中一个 get 咧，系阿联同一醒翻打救阿医生，屌你老母，边有人会质疑做之咁大得住自己张相？你系咪戆鸠噶？咁样打出佢，我几中意呢个 get， 望住又系，系冇人会带住自己张相噶。咁佢有弱，其实佢主要真係我笑得出嘅都係佢同个老医生嘅互动。佢其他嗰啲呢，嗱老实真係好鬼龙珠嗰啲 get， 即係好听啲叫龙珠 get 啦，唔好听就係咩呢，我十岁嘅时候咪识笑囉。我十岁嘅时候咪识笑囉。我睇嘅时候我十几二十岁我就唔识笑㗎啦。係偏幼稚嘅嗰啲 get， 係相对嚟讲。即系可能你可以话《四人Jump》系俾啲十几岁嘅人睇，但系我都好怀疑十几岁嘅人睇到啲 get 系都觉得会唔会有啲尴尬？嗱，我自己唔觉得佢去到尴尬，但系唔好笑嘅，但系即系你觉得个气氛轻轻松松咁样嘅，即系我未觉得去到尴尬嘅。即系北极熊系列咧，系啦，我唔觉得佢去到北极熊，但系就你觉得套嘢系轻轻松松咯，咁你睇笑一定笑唔出噶啦，但系又唔会觉得喂你唔好搞呢啲 get 啦咁样嘅地步啦。我自己反而觉得呢，其实有一个对我嚟讲呢套作品点解会六期就要收皮嘅一个最大嘅原因呢，係佢其实唔係一套后宫漫画嚟嘅。係。因为恋童同埋李奈嗰个认定係太过。即係佢官配嚟㗎嘛。
但系官配到系佢哋两者都互相认定咗对方，冇悬念可言啊！因为我哋睇 Love Hina， 佢要揾翻太细个同佢约定嘅嗰个女仔，咁其实大家都知道系成濑村嚟噶啦，但系其他女系会干扰到佢少少嘅。咁啊，曾中纯平一开头遇到呢个草莓底裤女孩，但系佢拣错咗西野师，而大哥系东城嚟嘅，然之后北大陆会不断咁波推佢，然后佢会喺西野同埋东城之间有啲挣扎咁样啦。IS 数翻耐啲嘅 IS， 佢会喺几个 I 入面自己有啲挣扎啊咁样。佢会有好多呢啲唔同嘅嘢，但系呢一套系冇嘅，其他嗰啲配角系真系出嚟负责系功能性，即系有个大波嘅女同学就专门出嚟卖波，跟住有个比较男仔头啲嘅就可能做一啲比较冲动嘅行为，然后另外雪光就系因为佢个样好斯文，但系佢性格好容易暴走，好容易跳线嘅，咁啊做呢啲咁嘅笑位。头先个光头阿 Sir 就净系出嚟间唔中，好间唔中路过嘅啫。跟住个学生会长就一定系谂住搞游内，即系其实系乱堂正办嘅游内啦。然后学妹就一定系出嚟同学姐玩八合嘅咁样，系完全冇任何介入嘅层面，所以你个追看性相对系低嘅。你唯独是个追看性就系如果乱堂喺游内嘅身份底下遇到一个俾人识破佢身份嘅危机，例如佢哋喺浸温泉嘅时候，成班女入撚咗去个温泉度，佢点样能够走翻出去？好老紧嘅一样嘢啦。但你唯一会想睇嘅就系呢样嘢，但系个危机系零噶嘛，因为你知道佢唔会俾人识破到噶嘛。咁到底佢用一个几搞笑嘅方法克服呢个危机，就变咗佢唯一嘅看点。咁所以个追看性系好低咯，我觉得。嗯。另外呢个就唔能够淨係怪佢，不过佢问题特别严重，就係咩呢，多数呢啲咁嘅后宫或者半后宫漫画呢，佢主要都系一个废柴，或者系啲唔受欢迎嘅人。咁呢但又会有好多女仔鍾意佢呢个人。咁例如即係 IS 啊，例如讲緊草莓都系一啲类似咁嘅嘢啦。咁呢即係當然如果你係都要同我講話愛情係冇理由嘅，咁冇辦法啦。咁但係佢呢本嘢呢，佢有個問題就係咩，因為亂堂雖然你話佢係優助嘅，但係其實你真係唔係好覺得呢條友有咩咁出色嘅，所以佢為咗托高主角呢，佢將佢身邊嘅男人全部寫到都係撲街或者係廢柴，除咗一個就係嗰個班長，我記得即係當係春木杉咁樣。咁但係 Other than that 呢，佢全部喺佢身邊会出现你噏得出名或噏唔出名嘅都样啦嘅男角咧，都系变态或者系低俗嘅。咁我其实就例如可能讲紧嗰个老师嘅就系个光头啲人都咸湿嗰啲学生啦，跟住嗰个学生会长就系极度自恋噶啦，跟住仲有嗰、那个同埋 M 男啦，后屘发现咗由来好打之后就咁，跟住嗰个废柴三人组就系废柴啦，咁诸如此类啦，咁就托高翻个主角。老实如果你咁样你搵臭作女都系一个好人。即系你用呢个方法你搵下臭作女，或者臭作个人都唔错啊，系咪先，系会我说你自己玩嘅。会强奸人。所以会强奸。你睇下嗰个屯门星魔会分尸嘅呢个就斋奸。呢个就咩哇臭作斋奸 OK 啊。啊即系佢唔系佢其实佢有讲㗎，例如话其实佢有爱心嘅，佢会打撚爆个水管就系救只狗出嚟，或者其实佢见到人哋有危险，会不顾一切跳落去，即系救个小朋友嗰啲嘅。系啊，咁但系你唔需要写到身边啲人咁卵閪噶，即系你咁样就令到我有种好莫名其妙嘅感觉，即系我即系有一句你货臭作来都嘅你咁样。即系佢唔会，即系可以咁样讲。叶公华佢喺呢度写嘅时候咧，佢只系能够写到一条线，即系佢。再多过一条线嘅感情线咧，佢系处理唔到。都系嘅，我觉得有呢样嘢。但系嗱，其实套嘢我哋数咗若干，阿添仲有冇其他嘅缺点想讲埋？大概系咁多啦。我觉得
虽然套嘢有若干嘅缺点，但系其实佢唔系完全一无是处啦。我想赞嘅、哦，系啊，请我觉得譬如一开头阿乱同发觉原来其他人喺背后咁睇佢，佢用另一个身份出现翻嘅时候，先听到其他人对即系譬如佢开头会以为笨蛋三人组，即系空手道社嗰班人系尊敬佢嘅，或者佢哋真系朋友啦，叫做。但系点知原来之后先发现唔系啦。系啊，咁其实有时啲嘢，我谂我哋谂翻我哋日常生活中，可能其实都有呢啲嘢啦。无论是人哋对我哋嘅感受，定我哋对人哋嘅感受，可能都有。另外嘅嘢，其实我觉得，其实我依家大个睇翻咧，我先至谂嘅一个 point， 我其实有可能系过分解读咗嘅，就系、是、乱堂用律见由内身份所做出嚟嘅，其实同佢用乱堂正身份做出嚟嘅事，基本上系差唔多。佢有讲过系即系差冇分别嘅。但系大家对佢嗰个印象好唔同。其实我哋点样去睇一个人嘅外表，或者甚至乎佢嘅性别，其实呢样嘢系值得反思。当然套嘢系冇好深刻去讲呢个。我谂佢开头用漂亮面蛋嘅，即系呢个 Pretty Face 嘅一个做咗个做主题咧。其实佢都想讲嘅样嘢就系，你如果一个人完全唔系内里冇改变，但系个样唔同咗，即系 your face your face 啊，系咪先？即系佢想都系有想讲多少少呢样嘢嘅。我呢个位我都唔敢 sure 啦，虽然佢个套作品都系叫 Pretty Face 啊，但系我觉得好可能其实只系攞咗佢变咗阿李奈个样嘅呢个梗。你话其实叶公人有冇谂到咁深层次，我唔敢担保，但系我大个咗，我自己睇翻咧，我多翻呢个反思喺度。嗯，系啦，其实一个人佢嘅外表影响到大家对佢一啲行为观感嘅感觉，大家都觉得喂由内真系好好打噶，佢系呢间学校最强嘅人嚟嘅，但系我唔会惊佢啊，我觉得呢个女仔哇好劲，呢个女仔好可靠。我觉得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佢成为咗由内之后，即系多咗个靓样之后咧，佢变咗恩威并施啊嘛，佢除咗打嗰班友仔之外，佢间唔知就嘢学长帮下我啦，即系嗰啲即系挨埋去扮靓女嗰啲咧，系即系佢多咗一种手法啦。唔系咁呢个系佢啊，即系阿叻到自己唔能够下都靠打，系冇错。咁啊，我讲我喜欢嘅地方啦，其实佢中间有个长篇咧，其实我几中意嘅，就系呢个第二三期嘅小樽大搜查线啊。即系讲佢嗰段，其实系话即系揾到少少线索，就系话由来嘅真身，真由来系真由来咧，就喺小樽嗰边啦。咁所以就过去即系想揾翻佢，揾翻啲线索咁样。咁但系喺嗰边咧，其实都即系搞咗一轮啦。因为佢想走嘅时候，俾我妹捉住啦，带埋我妹过到去嘅时候，就发现好难揾啦，已经即系间屋。嗰間美容鋪已經荒廢咗啦，咁又話俾一個嗰、那個美容鋪嗰個太子爺就又捉咗由來啦，即係其實只係佢哋一齊出去，即係揾翻啲回憶嘅時候咧，由來係做咗一樣好搞笑嘅，就係佢係用打啦，同埋咧 call 人咧揾人，即係要揾線索咧，係整咗一個300個人嘅一個即係不良少年嘅組合咧，去幫佢個。开头唔谂住咁，解散解散解散，我已经揾到线索，走咁样。即系即系当然亦都即系最后系靠住佢嘅武斗，即系嘅暴力咧解决咗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嗰段我觉得其实都写得得意嘅，即系都会有翻少少啦，叫做话啊，如果我又见翻到真嘅由来嘅时候会点咧，李奈会点咧咁样，即系佢会有翻少少嘅深刻嘅一啲描写咯。系，我觉得套嘢其实你话缺点都唔少，你话优点又唔系完全冇。我谂对我嚟讲，佢系一套我觉得几得意、睇得几舒服嘅作品啦。而同时，其实佢令我留意叶公云呢一个漫画家，虽然佢往后直到依家嘅路都唔系好顺畅，但系其实佢嘅作品我大致上都有留意有去睇啦。魔法零分我系有睇晒嘅，但系嗰阵时追呢、這个即系虽然喺租书屋租嘅啫，但系就好可惜。咁啊喺佢啱啱开始投入魔法世界嘅时候咧就完咗啦。镜之国我好似冇睇晒嘅。
Kissing Dead 其實我有買，但我睇咗一期啫。我覺得 Kissing Dead 呢，葉公雲玩炎花開始玩得勁咗。哦，其實鏡之國係嗱，應該咁樣講嘅嗱。如果而家即係跟翻時間線啦，PT Face 啦，跟住係魔法零分啦，跟住係鏡之國啦，Kissing Death 我未睇嘅，係睇到佢喺炎花呢上面咧係有進化，因為就算係喺睇魔法零蛋嗰陣時咧嘅炎花係多過 PT Face 嘅，但系我谂，我其实我觉得阿叶公云佢做古仔咧，佢啲 setting 系做得几好。例如佢做 Pretty Face 一开头个人设定其实譬如阿真窝嘅存在啦，真窝 A 梦嘅存在啦，佢能够帮主角解决佢嘅危机啦。里内同游内嘅嗰个本身二人嘅关系，而同一时间其实呢件事嘅完结必然系游内翻嚟。阿亂同回復翻佢自己個樣，咁但係中間個過程係點樣做啦？其實佢呢啲嘢做好曬嘅，所以點解個突然間 suppose 應該係俾人腰斬？因為其實你見阿遊內翻過嚟嘅嗰一段係第六話咯，係啊，即係好第六期好突兀嘅嗰段，係啊，好突然間出現。本身嗰、那個嗰、那個結局係都好撚突兀突兀，惡在咩咧？跟住佢話：，唉，橫掂我都要，初頭佢唔接受嘅，跟住咧。即系嗰个孖生家姐啊，即系阿游内乱堂嗰个乱堂正，唔系阿游内，游内佢游内，跟住咧，我真系要去外国读书，因为佢好捻搞笑噶，啊，我接受唔到我妹同个男仔一齐，谂住 make sense 系咪合理啦？跟住翻到去，哎呀，发觉原来个妹又几中意条仔噶，跟住又，哎呀，原来我仲有一年未读嘅，系唔系？佢发觉条个妹几中意呢个男仔扮出嚟嘅家姐，佢觉得喂，原来呢个男仔唔系想咸湿我个妹。佢真係錫我個妹嘅。咁、那個重點就係、是，哎呀，咁我仲有一年讀，不如你頂多一年先。我心諗呢、這個唔撚係正常嘅反應嚟嘅，大佬。佢仲要開頭話，我都翻咗嚟咯，咁咪變翻，你咪變翻真嘅男仔樣咯，我咪變翻用翻真遊真嘅遊內嘅樣咯。咁但係即之後又接 check 下咁樣。结果佢又失惊无神咁又啊，算啦，阿联堂你都系用翻个靓样做翻，玩多一年，继续玩多年啦。咁佢用一个略见由来 authorize 咗你用我个样去我屋企做嘅略见由来嘅结局去完咗呢件事。我谂以个 ending 嚟讲系冇可能更完美噶啦。有人扮咗我个样，我觉得，诶、哎，你扮得几好、啊，喂，你继续住喺我屋企，继续帮我凑猫，继续帮我拖女，我出去做其他嘢咁样。凑猫呢啲佢屋企冇嘅，你本将自己屋企嗰啲嘢讲出嚟先得噶。即系你屋企而家系咪有个假新年啊？冇，系啊。咁啊，即系你会觉得佢用一个完美到冇可能再完美嘅方法去落幕，但系其实呢啲嘢佢喺好早期已经摆低晒噶啦。嗯，佢哋嘅出现系个时机嘅突兀，而唔系个出现嘅突兀咯。都我谂系即系可能即系临腰斩前嘅一个即系嘅铺排啦。我谂佢玩法佢预咗咁玩嘅，但系你腰斩我咪即刻摆出嚟咯。所以我觉得叶公云跟住譬如喺后面魔法灵蛋佢设计成个魔法世界啦。其实设计得好好。係啊，每一级个 level 点样学上去啊升级嗰啲嘢啊，或者唔同佢而家学校同出面啲势力嘅嗰个关系、啊。最主要就係睇佢点样喺冇魔法嘅情况下去扮自己有魔法。咁呢啲嘢其实都系有趣嘅。我觉得佢喺做 setting 方面几得意，但系佢做嘅 setting， 我觉得佢谂头尾谂得好，中间仔细其实佢 develop 得唔算好擅长，佢唔识发展自己嘅点子啊。系，咁我谂呢个除咗佢自己本人，可能编辑都要帮佢帮好多咯。嗯，系啊，睇翻其实佢漫画 Peter Face 漫画入边佢一啲后记咧，佢其实嗰阵时候完针对佢都不算不薄噶。佢哋去搞过一次签名会，系啊系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编辑去揾佢签名啦，即系揾佢去倾偈啦。佢仲话系撞到呢个廖山明，廖山明系啊，咁啊廖山明老师系特登去探访佢，帮佢打。唔系经过啫，经过啫。但系因为佢间房喺头房咪，系啊系啊。咁你见到个当年 Jump 其实待佢都算系不薄嘅，但系好可惜，我谂喺个人气投票上，硬系负唔上病，人气投票上面支持唔到啦。同埋好奇怪，即系我识无论台湾定系香港嘅读者，我见到佢哋个评价，其实对佢作品评价都唔算好差噶，但系日本就真系点做都唔红，大家文化可能都有差异啊呢样嘢。普通咯，佢。
虽然我系咁话佢套有问题，但我觉得好普通嘅一套嘢。咁五六期货仔都正常咯。嗯，都合理嘅，但系你会觉得佢好似有得可以再写，但系五六期货 PTP 时系咁上下啦。魔法零分系真系可惜嘅。咁啊，呢个就大致上系咁啦。叶公云，我谂睇下，如果 Kissing Dead 譬如七集完，依家好似出到五，如果出埋嘅话，又睇下会唔会水过喺主线睇埋佢之后又开一集咁样啦。嗯，好，咁啊，今个礼拜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下个礼拜咧就系、是、一个录播嘅节目，有嘉宾嘅。系系啦，咁啊就系讲翻之前啊天猫姐佢哋都去过嘅台湾故宫嘅郑文展，咁啊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拜拜拜拜。